穿着整身红的妇人拉高嗓音，在人潮众多的鹿港老街狂吼叫嚣。先是旁女子拉到旁边之后，两人开始在道路中央发生争执。夫人真的好气，即使对方推着娃娃车，她还是不肯罢休，怒指着对方就是一阵飙国骂。最后两人甚至还大打出手，整群人扭打成一团。只见他们先是发生推挤，男子先是抵着女子的脖子，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一个箭步上前跟他拼了，最后竟然使出狠招，直接就往妇人儿子的重要部位一踢。男子下手更重，挥手啪的一大声，女子被重重摔了个超响的巴掌，吓得民众赶紧报警。儿子被踢，夫人更怒了，要求对方负责，准备到医院验伤提告。虽然无从得知双方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竟然如此激动，最后甚至大打出手，但从影片中两方人马互不相让，明显都动了手，即使要提告双方也都有错。记者张桦综合报道。